哦，我刚刚点了他们的味噌汤，还有控肉饭呢、啊。然后他这控肉饭是大碗的，这两个加起来总共是95块。控肉饭，敢袂歹呢？你先喝一口他们的味噌汤看看。感觉有点淡呢，那我们来吃吃看他们的控肉饭如何吧。哇、哦，他控肉饭有附北菜肉，我很喜欢吃这种东西。哦，这个味道我可以。我觉得这个味道 OK。对，给各位看一下，然后他们的控肉。吃这种控肉就是要肥中带瘦，这样子吃最好吃。那我们来试试看，好吃吗？嗯，我觉得可以。那肥肉咬下去会喷出油来，好吃哎。操了一整天之后，吃到这么油的东西，我觉得体力好像回复的感觉。它这里面有放卤肉，它这里面不只是控肉，里面还有它卤肉饭的卤肉。哇，这碗它油脂非常的丰富。嗯，好吃。嗯，虽然说我刚是点了大碗的控肉饭了，可是分量感觉似乎没有很大。应该一般人都吃得下这个大小了。哦，这要给各位看一下，你看它的美丽白饭上面就沾满了油，舒服啊。嗯，胡椒粉。哦，我就觉得白胡椒这种东西，它是任何食物的救星，只要味道稍微不够，加它就对了。香啊，这样子就对了。哦，好满足啊。哦，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我们钓了一整个下午的鱼，那个时候我已经被操到身心俱疲了，然后肚子也很饿。可是刚刚是先睡了一下之后才出发来这边吃晚餐，不过现在的时间差不多是晚上9点多了。在苗栗这个地方，晚上9点多，很多餐厅都直接休息了，所以在这个时间能吃到一碗温暖的饭，十分的舒服。OK 啦，那我们就准备前往下个目的地喽。大家好，我是土豆，我现在来到了苗栗的月辉钓虾场。这一家钓虾场是之前一直放在口袋清单非常非常非常久的一间钓虾场。虽然说上次我们有一起去了新月辉钓虾场，不知道你们还没有印象呢？那等一下我们就一起来体验月辉钓虾场供虾池的感觉吧。Go！哦，那等一下我们要钓公虾池的饵料，今天会使用到虾米，还有豆饵三代，就是猪肉饵啦。
那等一下我们量好水深就准备去开单做钓吧。欸，你好，我想开公虾两个小时。好，谢谢谢谢。OK 啦，我已经开好两个小时公虾池了，它两个小时要700元，那我们就来做钓吧。哦，好像有号咯。哦，是大公哎，他一出水瞬间就脱钩了。哇，今天来月回这边坐钓，没有想到感觉跟上次在新月回坐钓的情形差不多。只是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了，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哦，沉了沉了，3、2、1，如果开很大力，哦，手臂虾，哦，这就是大公池啊，一不咬就会很难钓哦。OK 啦，给各位看一下，我好久没有钓大公虾了，只是没有想到能来苗栗这边钓到大公虾了。今晚应该很硬喽。哎，有号了，3、2、1，不许！唔汤哦，哎，就正吃哎 ，OK。哦，好像有号喽，下沉了。3、2、1，呜嘘！3、2、1，呜嘘！呜！哦，那我们来去结算虾量有多少吧。哦，我觉得其实钓两个小时这个量是 OK 的哎。那我们来算一下，今天钓两个小时700元的公虾池有几只虾吧。1、2、11。哦，我今天钓两个小时有11只公虾，那我们来算一下有多重吧。哦，手秤已经归零了哦。我今天钓两个小时有1斤半呢，1斤09两，我觉得 OK 了啦。还记得你们刚刚有看到他们泼虾的画面吗？我觉得 OK 了啦。好了，那等一下我们把虾子处理处理，就准备回去吃它吧。我们回到民宿了齁，
曾几何时，我们 vlog 系列竟然拍片拍到别人民宿的阳台里上面了。然后我们刚刚把我们的虾子拿去料理了。哦，他们的包装竟然是这种，哦。这个颜色看起来真漂亮哎，只不过它吃起来味道到底如何呢？啊，还有我们的烤虾，既然我们的宵夜都到齐了，怎么可能少了我们的最好的伙伴呢？那有请我们的伙伴出来。这个台火啤酒，它一罐卖89元，那结果它喝起来跟台湾啤酒的表现几乎没有太大差别。啊，算了，不管了，我们就来吃金沙虾吧。哇，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大公虾的头真的是有够大的。哇，哇。我觉得它的这个精华都在壳上面，好好吃哦。好了，那我们就来漱一下它的虾头吧。你看，满满的虾膏。啊，西大公虾的头真过瘾啊！哦，它这个金沙虾是不错吃啊。可是我目前吃过最好吃的金沙虾是在嘉义的欢喜就好的金沙虾，在嘉义吃的待客料理，那个欧巴桑的手艺真的是没话讲啊。不过今天这个金沙虾也是不错吃啊。OK 啊，那我们就来吃虾肉的部分吧。嗯，感觉它这个大公虾的虾肉就普普了耶，之后虾头是好吃的。如果它今天这个金沙虾是用母虾去做的话，我想应该会比较好吃啊。因为大公虾的肉它太厚实了，他们加工炒菜的味道根本进不去啊。可是如果是母虾的话，应该会比较容易进去啊。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想的呢？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知道哦。哦，嘴巴有点渴了，我们再开这一罐长岛冰啤酒吧。啊！哦，它这罐啤酒它的酒精浓度就比较高，喝起来还不错哎。那我们已经把虾子吃完了，等一下我们就准备去休息吧。晚安喽。